是英雄，不读三国。若是英雄，怎么能不懂寂寞？独自走下长坂坡，月光太温柔，曹操不啰嗦，一心要拿荆州，用阴谋阳谋明说安多的魔。东汉末年分三国，烽火连天不休，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，谁来铸就尔虞我诈是三国，说不清对与错。